拉布拉多和金毛的区别。王倩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皮肤病传染病专科医生。拉布拉多和金毛，它们都是智商很高的犬，常常被训练成导盲犬或者搜救犬、工作犬。它们的区别，首先第一点，毛发特点。拉布拉多是短毛犬，毛短而直，同时毛色也是很丰富的，常见的有黄色、黑色、奶白色、巧克力色。金毛犬的背毛较长，尾巴上的毛特别丰厚并且很直，四肢上的毛卷卷的呈波浪状。第二点，头部特征，拉布拉多的脸型、耳朵相比金毛犬更长一些，除此之外，有些金毛的四肢比拉布拉多更加的粗壮。从它们的耳朵上看，金毛的耳朵比拉布拉多的耳朵短很多，而且耳朵的位置是在眼睛的上方，但是呢，拉布拉多的耳朵是在比较靠后的，而且呈现自然的垂直。第三点，性格方面，拉布拉多的服从性比较高，更加成熟稳重一点，拉布拉多耐力比金毛犬强一些。